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父皇想要招揽叶枫？尊主确实有这个意思，只是现在百上宗下达了绝杀令，各路高手为赚取赏银也纷纷追杀叶枫，神朝不好插手，可能还要再观望观望。这人怎么总是把自己置于险境？就不能低调一点吗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公主不可，九天道宫说不定还在追寻你的踪迹，贸然出去很危险。可是叶枫也是被九天道宫盯上的人，所以到时候遇上九天道宫，是你保他还是他保你啊？放心吧，公主，他有那奇怪的丹药阵法，打不过总能逃得掉，肯定没事的。我没事，走吧。这里温度极高，你根本耐不住这种炙烤，你和欢欢留下。那你呢？我有赤羽圣衣中的火之力加持，这点炎热不算什么，不用担心我。那我就不逞能了，但你若是遇到了什么危险，就用神识换一身欢魂，我们马上进去救你。他在万寿陵，传令各路高人活捉叶枫者，赏绝杀道果。是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叶枫随手一挥就是一个光盘，杀两个战玄境的百上宗强者跟玩儿似的。而且厉害，他还会练一种叫丹药的东西，生死人肉白骨。你胡说八道吧，那不是神仙吗？又有人将叶枫抓了，快快，为了会会这叶枫，咸阳城还真是来了不少高手。绝杀道果，百上宗竟然下达了绝杀令，那我虎头帮就送他一程，还能赚点赏银。心跳正常，脉搏平稳，气血充足，可他怎么就是不醒呢？摸鼻子有点痒。你早就醒了，你是不是也知道了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主人神识传话，不让我说。他说他在和天地沟通。还和天地沟通？我腿都跪麻了。叶枫的不灭剑气竟然被破了。惊鸿渡影。臭小子，竟然能在圣剑之下伤到我，你这招有两下子。过奖过奖，但你这剑招不咋地啊。那试试这招，斩仙剑第一式，天魂影剑。这什么招式？剑怎么消失了？林凡，小心！现在才躲太晚了，来起我的剑吧。天神柱。这就是你的阵法。拿把破剑就在这儿嚣张，真是给你脸了。传奇碧丹境竟然有如此力量，倒是我小瞧你了。不过那又怎么样呢？在我们两个战玄五重的人面前，你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。说什么废话呢？是不是对手战了就知道。错落灵隐，灭剑气。
位置交替。啊，好厉害的身法，竟然能在一瞬之间让两人换位。利用换位，在攻守间迅速切换，真是狡诈。与我们打，可相当于要一人应对双倍的进攻和防守。哼，乖乖和我们回百上宗认罪，届时我可以向宗主求求情，让你死得痛快点。认罪？还是请你们乖乖暂时去死吧。特意为你来的这一趟咸阳，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。又是这种废话，别浪费时间了，一起上吧。如你所愿。哇，这是传说中的百文敌。我也不占你好处，既然二对一，那么我三招之内必败你。李轰，梨花行，这俩人配合起来倒是有些麻烦。小心！冷兄还真是个人才。面剑气，不好，月手心。最近的客人还真多。我有正事找你。又想说什么？你就不好奇这片大陆上唯一和你一样达到了传奇碧丹的人的实力吗？上次出了点意外，今天我要好好和你切磋一场。什么意思？交10000两黄金我就跟你切磋？你就用钱这种俗物来衡量我们战斗的价值？我要出远门，没钱心里慌。那就不废话了，化尘归气第一式，雨神落。